这是第三组叶子花的第三排的编织方法。第三排的编织方法和我们第二组叶子花第三排的编织方法是一样的。我们把它织完。我们反面收针和正面收针是一样的，第一针挑下来，我们织第二针。好，然后再织一针。好，收了两次针，是这样的。下面我们就织下针就可以了。这是反面，那反面在织的时候，我们叶子的部分织上针，茎的部分织上针，其他地方都是织下针的，和我们圈织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好，到了叶子的地方。好，到了叶子的地方，我们可以在正面看一下叶子的地方。那这叶子的地方应该是现在变成了五针，把线绕上来。一、二，这是中间一针，三针，四针，五针，好，然后把线绕下来，织一针下针。两针下针，好，到了茎的位置，我们就绕上来织两针茎，一针，两针，再绕下去，织两针下针，一针，两针，然后就到叶子的这五针了，把线绕上来织一针，两针，三针，四针，五针，好，再绕下去。这就是，第四排的反面的编织方法。我们要记住这个规律就可以了。叶子的部分，我们分清楚叶子是哪几针，我们就织上针。然后，茎是哪两针，我们就织上针。其他的地方我们织下针。那在编织上下针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定，要记得把线绕下来，再织上，再织下针，然后织上针的时候，把线绕上来，这样不会多加针。好，我们把第四排的编织方法，我们按照这个编织方法编织完成第四排。因为我们这个，编织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对称的，所以会了一个角的编织，然后下面就，自然而然的就会织了。我们知道这个的时候呢，应该是挺，就是挺得心应手的了，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打好了很好的基础了。前面娜娜讲的比较慢，讲的比较细一点，然后就是为了给大家打好基础。这样的话，我们在编织下面的地方呢，一点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按照这个方法编织到末尾的部分。好，我们第四圈也完成了，我们看一下。然后反过来织正面，我们织第五圈。那第五圈就要减针了，领窝的地方呢减针。减针方法和之前一样，我们可以，这样反挑，也可以直接挑下来。我们反挑，然后把线绕下去，织一针下针，然后挑过来，并掉一针，织一针下针，并掉一针。那我们已经并了两次了，并了两次针了。我们一共是这样并四次。一到了奇数排的时候，我们就并针，就是和我刚才似的这样来并针，并两针，然后往下织。织这个叶子和茎的位置，叶子需要在中间这一针左右两边空加针，然后茎的位置呢需要手指绕线加针，也就是织这个叶子，我们就织一直织织到最后，最后织完之后我们反过来，我们这边并针呢是反面并，也是这样来并掉两针，并掉两针之后呢，我们再
再织就可以了。这是这个思路。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方法。好，到了叶子的部分，我们叶子现在是五针，我们找到中间这一针，空加针织中间这一针，然后左边也要空加针，然后织两针下针。好，那下面我们织下针。到了经的位置，我们手指绕线加一针，然后这边经的位置手指绕线加一针。好，这两针下针之后就到了叶子的部分，我们叶子这是五针，织两针就到中间位置这一针了，下针。好，空加一针，再空加一针。好，这是这个方法。那下面娜娜就不再给大家讲了，因为这个方法大家都会了，就不再往下讲了。那我就再强调一下这个领窝这个位置，现在已经并掉两次了。那并两次，我这个衣服呢需要并四次，也就是每两行并两针并四次，现在并了两次了，我们在奇数排的时候来并，再并两次就可以了。大家可以，如果我们知道大一些的宝宝或者是成人的，大家可以查阅一下小新娜娜编织店的公众微信号，然后看一下历史记录，都会给大家列出来多大孩子我们要剪多少针。或者是进入小新娜娜编织店的 QQ 空间173-0420-9，我们来看一下日志，都会给大家讲得非常清楚，或者是关注一下新浪微博，那我都会在这里面会给大家讲得非常清楚，用文字的形式。那我们在视频上是学习方法，然后具体的如果大家不明白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文字叙述。好，现在我们按照刚才娜娜所说的这个方法，我们往下编织。那一直编织，我们现在是第五排，第五排剪的针，然后第七排再剪针，第九排再剪针，第九排织完之后，我们第十排织完之后，第十一排的时候我们停下来，娜娜教大家每两行剪一针，剪三次是如何来剪的就可以了。那其他的部分呢，我们就按照之前的叶子花来编织。到反面的时候呢，我们是叶子的部分织上针，还有茎的位置织上针，其他的位置都是织下针的，只要分清楚叶子花是哪几针就可以了。在讲解的时候，娜娜用这个记号扣给大家教大家如何来做记号了，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来往下织就可以了。好，我们看一下现在每两行并两针并四次，然后就并完了。并完之后，我现在是要织第十一排了。那十一排以后呢，我要每两行并一次并三次针，每两行并一针并三次针。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这时候可以看到我这个叶子的部分，我叶子的部分呢是织了五个洞了。我们第三组叶子花和第二组叶子花的大小是一样的，我们保障着三组的叶子花大小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加针的次数是一样的就可以了。是五个洞，我们这边也要是五个洞，那这样呢我们这个衣服才美观。我们假如说给成人织，比如说织了八个洞，那我们三组叶子花的这个加针数都是八针，八次就可以了。那现在我这个已经加完了是五次，那现在叶子花加针加完了，那我这个并针呢也并完了，就是每两排并两针并四次并完了。那现在我要开始第二部分的并针，也就是每两排并一针并三次。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
并针也是第一针挑下来，把线绕下去，我们织一针下针，把挑下来这根线并在我们左手并在这个线圈上，这样呢并一针就可以了。下面我们正常的织，好，到了叶子的部分，我们叶子的部分很明显是小辫子的地方，我们这时候呢就需要并针了。那我就这样并右边并针，两针并一针，好，下面的地方正常织，织到叶子最后还剩两针的时候，我们再两针并一针，好，最后还剩两针，两针并一针，这样的。那下面我们就正常的织就可以了。到了茎的左右两边，大家记得在奇数排要加针，手指绕线加一针，织两针下针，也就是茎，再手指绕线加一针，这样的。那下面我们就自己完成就可以了。那并针呢，就是这么样来并。叶子并针就是这么并，然后收针呢，我们就是在收之前是收的两针，那这次收一针就可以了，就是脖子的这一块我们收一针就可以了，一共收三次针。叶子就不再加针了，就要并针。下面都是织下针，第十一排到了结尾的部分，我们就正常的织完就可以了。那我们应该是这边也要剪一针的，但是我们都是在反面剪，反面开始的地方剪针。好，我们这一针把这一针挑到这一针上就可以了，我们就剪掉一针，下面我们就正常的织。多织了一针，我们可以看一下正面，这是小辫子针，那就是叶子的部分，把线绕上来，织上针。好，织完之后再把线绕下去，那叶子的部分就织完了，我们织下针。到了茎的位置，我们把线绕上来，织两针上针，再绕下去，那正常的织下针。好，到了这个位置，我们其实反面的叶子也非常的好看，那比较凹进去的这一部分就是叶子的部分，我们翻过来看一下，有叶子的部分，我们要把线绕上来织上针了。好，我们就按这个方法呢往下编织，这是第十二排了。那编织完成之后呢，一直到这个位置，那又到正面，那正面又该剪针了。那其实我们剪针都是在正面就是开始剪针的，就是左边的剪针方法是在正面剪针的。那在剪，现在是反过来是十二针织完，然后十三针要剪一针，十三排要剪一针，然后十五排剪一针，我们就这个领子就剪针完成了。那剪针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来教大家如何来往下织。那我们叶子的部分呢，就正常的收针就可以了，都是在正面收针。那茎的左右两边大家不要忘记加针就可以了，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就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个方法我们往下织，一直到剪到三针为止，我们停下来。好，我们看一下，我们一针的也收完了。收完之后呢，我们这个叶子还没有织完，那我们就按照之前的方法，也就是这个位置，现在我这叶子呢还剩五针，按照之前这个方法一直收针，直到最后一针，反面再织一排就可以了，那前面就完成了。那我们在叶子的右边会有一针，我们直接挑下来不织就可以了。在挑的时候呢是这样的，挑过来把线绕下去，然后织叶子的部分。那织叶子的部分呢和之前是一样的，把这个叶子的左右两边各收掉一针。好，然后这两针并一针，好，我们下面就按这个方法，一直都是织叶子的部分了。不是叶子的部分呢，我们就织搓板针就可以了。这个搓衣板针呢，其实我们在往返来织的时候呢，正面和反面都是织的下针，就会形成这个搓衣板针。我们如果圈织的话，搓衣板针是，一圈的上针，一圈下针，也会形成这样的搓衣板针，是这样的。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把叶子三针并一针，并一针之后呢，我们反面再织一排，那我们前面就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完成下面的部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前片娜娜已经编织完成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领子，领子的形状呢是有一定的弧度。那我比较喜欢大领子，是这样的。如果大家想织的小一点，或者是挖的比较浅一点的话，大家可以在中间留针的时候，可以相对来说少几针。那我这个是23针，大家可以留到19针或者17针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留这么少的话，我们还是想挖的比较深一些呢。我这个是每两行剪两针，剪了四次，然后是每两行剪一针，剪了三次。那这样就是一共是剪了11针。如果大家比如说这儿留的是19针，那就比我视频上的我视频上是23针，那比我视频上呢就多出两边各多出两针来，然后我们可以再多剪两针，这个都是可以的。如果不想着就是织这么深的话呢，那我们在剪针的时候呢可以少剪几针。那可以，我这个是这在织第三个花型的时候开始收的针，大家可以织第三个花型，我们织几排之后再剪针，那这个都是非常灵活的。我呢只是教给大家这个方法，那具体的按参照我这个方法呢，可以适当的增加或减少，然后达到我们自己的要求。这是前片，那前片我织完之后呢，我数一下这个针数，那我从茎的把这个茎还是这样分开，那茎的就是这边一共是2、4、6、8、10、12、13针，那也就是说肩膀我留的是13针。
那我们在织后片的时候，现在看一下后片。那我这个后片在这里，因为我织的这个样子比较小，所以我用四个针呢刚刚够，也会有一些掉针，我可以用那个针帽放在这个位置。我这个就不这个后片我就不换环形针了，如果大家不方便的话呢可以换环形针。那我现在这个后片呢挖领子的时候，后边也需要一个小的弧度，那在挖领子的时候呢，我们要和前边对应，前片对应。那我现在已经织了第三个花型，大家看一下第三个花型这个叶子。那这个叶子呢我现在还剩七针，算了一下，如果是因为我们不管织多大的衣服呢，后片呢大概就是在最后六排的时候减针，那我这个是七针，那七针到最后还剩一针，我们要织多少排呢？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们在织的时候呢也是要织到七针这个位置，如果是最后六排减针，那七针的话呢我们最后呢要加，大家看一下七针，其实这七针呢最后我们总归是要并掉并一针，最后剩一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最后这个肩膀一定要是十三针，然后中间是除去平收的之外还要减两次针。那我们现在可以算一下，根据我这个方法来算一下。那我这个大家不用把叶子的这七针算进去，把七针当做一针来看，我们可以数一下，可以看一下下面我们要织多少排，我们下面呢其实还剩六排，那六排呢我要加三次针，也就是净的左右两边呢，净的这一针呢要每次奇数排的时候都会手指绕线加一针的，所以这三针要就是织到最后的时候这三针要加起来，加三次针一共是三针。那现在三针了，我们最后呢要剩十针，十针我们先留出十针来，看一下，一针两针三针四针五针六针七针八针，那这边呢是八针，这个叶子呢算一针，你看一下叶子算一针，九针，那十针也是到这个位置，也是到这个位置的时候，然后也知道最后呢我们这是剩十三针，那大家不知道大家明白不明白，那就是为了保证我们这个肩膀的针数和我们前片留的十三针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和我织的不一样，我们假如说前片的肩膀留的是十五针或者是更多的针数，我们也要这样来看一下，我们也要看一下一共要收多少针，一共最后要留多少针。那大家在计算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叶子这七针呢就是算作一针，然后呢我们最后还要织六排，所以说呢需要加三次针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先把这个三针减出来，也就是我最后肩膀需要留十三针的话，那就十三减三针还有十针，那我现在数出十针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叶子的这几针呢算作一针，九针十针，好，到这个位置是十针，但是呢我这个领子呢